说，我呢是一名舞蹈演员，我主修的是芭蕾。锵锵起锵起，锵锵起锵起，锵锵。不是，你这个芭蕾是在东北学的吧？来来来，你好好给我扒拉一段，来来来，我看你扒拉不出来的，来，扒拉吧。叔叔啊，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个前一段呢，我在团里演出的时候，我把我这个大胯给扭伤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不给你展示高难度的，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基本功，我给你来一个扑列蹲。哼啊！哎呀妈！你就算是不跟我在一起，你也不能找这么个玩意儿作践自己啊！啊，你到底看上他啥了？优点可多了。首先他孝顺。妈，孝顺！哎，你孝顺是吧？我问你，就算你俩以后结婚了，你能不能像亲儿子一样对我？叔叔，我能对你像亲儿子一样。那也行。你等等。没事吧？叔叔，你放心吧。我孝顺那是在村里出了名的，我爸爱吃糖，我就一天三顿给他吃糖啊。你看现在怎么样？糖尿病，妈，比你还瘦。不是我瘦，就是我是因为我累的，我身体不好。我告诉你，正因为这样，你俩以后要是结婚了，不能把我给扔了，我得搬过去跟你俩一起住。你到底想干啥？阿丽，别跟你爸去。这不为你好吗？为我好，为我好，我半年我都看不着你啊！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啊，我明白，你不是阿丽的爸爸，不是你才看出来呀、啊，你是他的哥哥，大舅哥。阿丽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找一个智商这么低的，你图啥？最起码他骗不了我。我要的很简单，我就想找一个在我需要他，他就会在我身边关心我、照顾我的人。我这回是真看明白，你是他万恶的前男友啊！在我面前抖这个机灵有用吗？阿丽跟着我你就放心吧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比跟你强一万倍！来，你看看你，来，你看看你有什么玩意儿？要钱没钱的，要个头没个头，要啥没啥。你说你、跟谁俩啊？啊！说话都说话，动什么手啊？我告诉你，从小到大，除了我，没人敢碰王小娘一根手指头。来来来，你再点着我一下试试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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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说他没声音是不是？来，王小娘。半年了，你连个人影都没有，知道你是开出租去了，不知道还以为你租出去了呢。阿丽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是我准备了半年要送你的礼物。啥意思啊？还让我给你开出租去啊？我这拿错了。阿丽，我看你每天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，心里特别难受，所以这半年我前半夜开出租，后半夜给仓库打经，白天还找了个送快递的活，这算是攒了点钱给你买了个二手小汽车。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让他替我为你挡风遮雨。你不是一直嫌我不浪漫吗？我就想给你个惊喜。本来我想送你一个美丽的童话，没想到你给我找个扭伤的大胯。阿丽，你说的对，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好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这个车就算是我送你俩的礼物吧。不是，小玲。不是，
你看给他吓的，眼泪都流出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和阿丽两个吧，逗你玩呢。阿丽怎么回事？我这不是半年都找不着你吗？问你干啥你也不说，我实在没招了，我就找我的男闺蜜动动。让他帮我一起气气你。什么男闺蜜？从哪整来个男闺蜜？我咋不知道呢？我充话费送的。别听他的，抽奖抽的。我就是想气气你，看看你到底还在不在乎我。我不在乎你，还能在乎那个大胯呀？小宁。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是日，不是物质，所以咱把这车退了吧，啊，这钱呢咱留手里，好好过日子。不是音乐都停了，你自己在这拧的啥呢？你要别管我，这把车退了吧。这队长就。哎呦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呦，这充好了，加满了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好，那好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嗯，哎，喂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在网上买你车的那个人，那个车我现在不想要了，你能不能给我退了？怎么的呢？我那车挺好的，不是你那车有毛病，我这车哪有毛病？你那车是？喂，喂。来，你告我告我，我那车哪有毛病？哎，我为了你准备了半天，你啊！